它是迷你世界中最强的生物，可以打开传送门。它只有一只眼睛，现在已经被官方大大所删除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愿意听听史萌萌的感人故事吗？我相信你们会为它点个赞的。众所周知，在曾经的老版本有非常多的生物，而小鸡没有被官方大大所删除。小鸡有鸡蛋可供人类使用，并且它的鸡腿可以补充我们的体内。但是史萌萌他就没有那么幸运了，他被官方大大所删除，因为他可以打开传送门拯救我们人类。你手机表情包中的第一个表情就是此时史萌萌的心情，小伙伴们把它发出来，我们看一下。小伙伴们，此时的我们并没有死亡，你们看，手臂和我们之前的手臂是完全一致的，并且我和学姐发现这身后有一个传送门，这个传送门可以带人类来到安全的地方，而就是史萌萌所打开的。所以他在迷你世界中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生物，可以拯救非常多的人类，让我们来到安全的地方。小伙伴们，你们愿意为善良的史萌萌点个赞吗？